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嘉义市政府跟嘉义市帮人福利协进会24号举办百人协力对抗热火趣活动，有100位热心技师，因领视障朋友共骑协力车，为嘉义市政府出发绕行市区，往返蒜头藤厂，让视障朋友享受对抗的乐趣。嘉义市长黄敏惠特别来为所有视障朋友跟热心技师加油打气。时尚歌手萧煌奇所唱的《你是我的眼》，唱出了时尚朋友想要接受世界、感受世界的愿望。嘉义市政府甲盲人协会提供一个机会，就由100位热心技师引导，带着时尚朋友骑协力车，行进大自然，漫游乡间，享受舒适的风，乡间的花草香。发起以后呢，我们凝聚了所有的社团一起来做梦，所以刚刚唱。你是我的眼，又是一个协力的一个 team， 一个团队，有这样的团队我们一起来。我少了什么你帮助我，我这边有什么我来协助大家，这就是互补，这就是互相帮容帮忙。您在长期上，你不但必须要忍受这样，而且你还要自己要能够自力更生，而且这么努力的生活着，这么努力工作着，这么努力不只是这样努力的活出自己的梦想，敢做梦，勇敢的追梦，你们真的是很了不起。各位您说对吗？我们要不要给他一个热烈掌声？目前嘉义市视障障碍者年龄层偏高，嘉义市政府除了对中高龄视障者的照顾，以及中度失明者的生活条件等等基本福利和照顾相当重视，也扩大范畴到休闲娱乐方面，提供多元全面性的服务以及照顾。百人协力追风乐活趣将为嘉义市政府出发绕行市区，往返蒜头藤厂，紧接着沿线指挥交通，维护视障朋友的安全，务必让参与的视障朋友以及陪行者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去厝。嘉义市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非常班车队、台北胡伦社、先查到等等公司，更是做伙热心投入。招募当日领骑、陪骑，也是出钱出力协助安排，让这次活动顺利成功举行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